干什么了？我们送菜的。行，去吧。现在看来，这老罗死未必是件坏事。洪匪群龙无首，也许利于咱们下一步的行动。可是那些洪匪太狡猾了，他们就像兔子一样，就在你眼前头，可是你就是抓不住。还是要找到那个姓曾的，从他身上找突破口。前几天来的不是你们呢？那位大姐病了，我们俩替她几天，这菜放哪儿啊？放这儿吧，先放这儿。好。哎，哎呦，呀呀，流血了！怎么了？你这不小心把手给划破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竹签子扎的。啊，长官，你们这儿有郎中吗？我们这儿哪有郎中，只有军医。哦。那麻烦你军医给我看一下，就是我们这儿军医怎么能随便给你们看呢？哎，那我给你们送菜来划伤的，这要看不好的话，我好几天下不了地呀！不行，你得陪我，就是不行，看流了那么多，你得陪我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带他去看看吧。快快快，咱们去看吧。那就把菜卸了吧，快点。行行行。站住！你是？说他呢？哦，这不是桃花村的李玉梅吗？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他是来送菜的。送菜的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刚才送菜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把手给弄破了。让我看看。看病，这不是医院，走。干什么？我手伤了。走走走，还有你一块儿走走走走走。来，这怎么的？排长，他送菜把手给弄伤了，还跑咱们这儿来看病，正撵他呢。凭什么撵我呀？给你们送菜把我手弄伤了，还让我走？出去了我到哪儿看病啊？你们还是人吗？你看他一身母老虎的样子。别扯淡，人上回不是孩子丢了吗？可是排长，可是什么呀？您去吧。哎，哎，刚才那位怎么认识你？啊，前两天跟他们顶过嘴。啊，难怪呢。哎。听说那红军战士两天没吃饭了，他一直昏睡不醒。去找两个人看看，别死在里面，不好交代。是。喂，起来吃饭了，饿两三天了，再不吃啊，可就成仙了。是不是死了呀？你过去看看。喂。啊啊啊啊啊啊
大夫，这两个送菜的手受伤了，你给他们看一下吧。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担子怎么跳进来了？搁外边怕人偷。破担子谁要啊？来来来，我看看。不要紧吧？没事。慢着，里边装的什么东西？几包纸烟。纸烟？对，给村里人烧的，不能烧啊。怕是你们从这儿偷的东西吧？你胡说！放下！什么人？上了，快走吧！我们彭帅呀，快来情况。哎呀，鸿飞跑出来了啊！都干什么？还吃的？上！累了，也不是累了，就是刚才吓得我现在腿有点软。刚才那个红军可能被他们已经打死了。哎呀，肯定是，那白狗子那么多人，他哪受得了啊？不过他真是条汉子。哎，咱歇会儿吧。哎呀，香珍还等着药呢，快点。哦，对，哎，快，这有了药了，香珍也有救了啊。是啊，走吧。长官，滚！
醒了，来，快起来，慢点啊，起来吃药啊。这是治腹泻的。腹泻？啊，是啥意思啊？就是拉肚子。啊？哎，那这瓶呢？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不会吧？这两大瓶子药还没有能治你病的，这弄了半天都不对，这可咋办呢？你看看，这忙活的，这当时把人都快吓死了，这弄了半天还不是的。你我让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跟咱们猜的一样，老陆被发现了。结果他跳了河，被打死了。果然是老罗。从咱们这儿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这不一会儿功夫人就……老罗的牺牲真是太可惜了。你说白狗子怎么就能认出他来呢？是啊，我也觉着奇怪。这忙了半天，不也白忙了吗？药也没搞到。就是，早知道要是这样，咱都不去了，还把人吓个半死。对了，女同志，这几天你昏昏沉沉的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你到底叫啥名字啊？我叫向真。哎，嫂子，那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李云梅，她叫秀英。哎，再喝点啊，快！怎么了？疼吗？别动，别动，快快躺下，快躺下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行，伤成这个样子，得赶紧搞药。哎呀，那咱还能去哪儿弄药呢？这，快躺下。快快。马掌柜的，玉梅来了。马掌柜的，玉梅进来吧。哦，马掌柜的，哎，嫂子，我给你们送点鸡蛋，补补身子。给我送鸡蛋？啊，你这不是见外了吗？你伤好点没？我这伤已经没事了。真的？真没事了。要不你看啊，你看。哎呦！慢点，慢点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哎呦，没事儿，跑得可真快呀，没事了吧？啊，真行，这不都是那姓段的送来的药，还真有效果。哎，玉梅啊，把鸡蛋拿回去。那怎么行呢？哎，玉梅啊，这几天没你的事儿，你早点回去休着吧。哦，桂云嫂子，你看这几天我没来。屋子都脏了，落了那么多的灰，我帮你扫扫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回去歇着吧。我来了都来了，我还得来就行了。哎，玉梅，秀英啊，这女同志头很烫，怕是发烧了吧？就是，再想个办法，先弄点水给她捂捂。啊。给我来。哎呀，
这个玉梅，你不知道上哪儿去弄药去了，这怎么还不回来呢？玉梅啊，你还真能干，这一下子就干净多了。窗户还没擦呢。哎呀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慢点啊，玉梅。啊。哎，你说这玉梅啊，真是又能干是又勤快。你说她怎么今天这么客气呢？怎么了？不对，我觉得他今天哪有点不对。什么又不对啊？我看你呀，老是疑神疑鬼。刚才明明是两瓶，现在就剩下这一瓶了。会不会是刚才他收拾的时候放到别处去了？哎呀，不可能，刚才是我亲手放柜子里头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玉梅刚才跑来恐怕就是冲着这些药来的。这些药都是治枪伤的，他也没受伤，他拿这些药干什么事？是啊，老爹死了，小妞又不见了，他拿这些药干什么呢？哎，会不会是为那逃走的女红军？哎呦嘞，你真会瞎想，那女红军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再说了，他也不能跑到玉梅家去啊。哎呀，玉梅，你可回来了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怎么了？二姐找你，好像有急事儿。秋英儿，这个药是我在马掌柜那儿搞的，你回去赶紧上针敷上啊！我去趟二姐那。对对，你快去。二姐，二姐，妈妈，小妞，妈妈，小妞，小妞。啥梦呀，这真的是小妞。妈妈，谁送小妞回来的？有人把她送到村口，就悄悄地走了。走了？好像是山上来的什么人。小妞，谁送你回来的？叔叔。叔叔？哪个叔叔？他叫叔叔，好多叔叔，还有伯伯。会不会是山上的红军呢？红军？不管怎么样，小妞回来了。小珍，这回这药对了吧？对，就是这个药。那咱起来吃吧，啊！哎，小心点。可惜只有这一瓶儿，也不知道能吃几次。都已经很不错了。
二姐，哎，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这阵子能不能让小妞先住在你们家？你知道我们家有人，我怕小妞看见了出去胡说，她还是个孩子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哎哎，别说了啊，这事儿我不管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叫你不要管这种闲事儿，真是的，自个儿日子都过不好了，还要管闲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女的，你趁早让她早点走。二姐，我不管，别跟我说。哎呀，求你了，帮帮我嘛！求你了。两天啊，就这两天。你自个儿还得问问小妞，万一她不愿意呢？小妞，小妞，这阵子你先住在二姨家，好不好？我要回家。听话。我想回家，我要和妈妈在一起。小妞，听话，家里有事儿，跟二姨住。我想回家。小妞听不听话呀？不听话是不是？你要是回去的话，我让人把你抱走。不要，我不要别人，我要妈妈，不要。不让你别人抱走小妞。那小妞住在二姨家，好不好？来，妞儿到姨这儿来。哎，你看你这个妈呀，一回来就把你气成这样。妞儿，不哭了啊。向真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那药对吗？对，就是治强上的药。太好了，我已经给他吃了。啊，嫂子啊，你这药是哪儿弄来的？杂货铺，马掌柜那拿的。怎么了？杂货铺？啊，我好像去过那儿。你去过？对，就是前几天啊，我和几个同志还有一个孩子被敌人给打散了，然后我就把他们一起藏到一个树林里，之后我就被白狗子打伤，然后我就走啊走啊，就走到一个镇子里，迷失了方向。等我睁开眼以后，我就发现我在一个杂货铺里，好像就是那儿，就是你说的马掌柜那儿。真的？对，真没想到是马掌柜救了你，还把你藏在那儿了。那这么说，马掌柜的他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老郎中答应为红军药厂弄枪水，他就一定会弄到。回春堂有没有？你说他会放吗？喝口水。哎。你还记得镇西头河边那小破屋吗？啊，那是老郎中晒药的地方呀。会不会放到那儿？哎呦，那个地方破破烂烂的，从来都不上把锁，那些枪水不可能放在那儿。可我感觉就在那儿。小曾呢？我们段长官可发话了啊！今天你要是再找不到红匪线索的话，你可
可就死定了。今天再找个线索，就有人掉脑袋了。看什么呢？那个小女孩曾经被山上的红匪救过，她一定知道山上的红匪在哪儿。好像可高兴了嘛，不光是因为把药弄着了吧，是不是还有啥别的事儿啊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呀。这让我猜着了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快说说。小妞回来了。啊，真的，小妞回来了？那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在二姐家呢。那你咋没把她带回来呢？向真在这儿呢，我怕她小孩看见了出去乱说。你看，还是你想得周到。不过我是真想把他带回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丢的这一阵子我都想死他了。哎，那你这阵子就在你二姐家那儿不就完了？这儿有我呢。那哪行啊，向真还在这儿，我得照顾他。哎呀，这儿我没问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去吧你去吧。真的，我在这儿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你帮着给照看。哎呀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？快去快去快去！水开了就蒸啊！我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二姐，呀，玉梅，呀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小妞回来了，还不得庆贺一下呀？嗯，是吧？二姐，给我留一盘菜，放锅里热着，一会儿我带走啊。你又是给那个女红军的？小妞呢？哎，在门口跟土生玩呢，你快点去把她叫过来。哎，我在门口没有看见她呀。不会啊，我让他们在门口玩，别走远的。真的不在啊？那我再去看看。土生呀，小妞，妞啊，土生，小妞，土生啊，看我不回来揍死他！妞儿，小妞，土生，妞儿，妞儿，土生啊，快点！土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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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醒醒！小妞呢？啊，妞呢？啊，小妞呢？你们不是在一起吗？刚才还在。那现在呢？人呢？我们在玩，有人从后面一下捂住我的嘴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你看清是谁了吗？会是谁啊？二姐，哎，你照顾好土生，我去找小妞。哎，你当心点儿啊！没事吧？小妞，小妞，是找个小女孩吧？小妞，哎，有个五六岁，扎着两条小辫儿。你看见她了？就算是吧。什么叫就算是吧？到底看见没有？哎呀，不是我这肚子饿的，我说不出话，我浑身没劲儿啊，我。哎呦，可我也没带什么吃的呀。我不要吃的，就要钱。钱？对，五块大洋，怎么样？我没那么多。没那么多？那就三块，可是不能再少了啊。一分也没有。没有？那行。
我答应你，给你3块太阳。来，你先告诉我，那个小姑娘她到底去哪儿了？快！她呀，让两个当兵的给带到镇上去了。哎，就那边。镇上。对。嗨，你还没给钱呢！哎，钱，还给我钱！这儿没有你女儿，走开！我找我女儿，走开！白狗子，管我的女儿！哎，小妞，小妞，躲开！把我女儿还给我，还我女儿！哎，把我女儿还给我！快来，两个！你疯了是吧？两个，小妞，快来！小妞！站住！你可真行啊，你这腿比兔子跑得都快啊！啊，别动！说好了，给我的钱，钱给我拿出来。怎么着？你想赖账啊？我告诉你，3块大洋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好，我给你。拿来。给我把钱拿出来！哎，还有，哎呀，还有吗？别，大爷，不，我不要了，大爷，别，我走，滚！哎，我滚，我滚！啊，哎呦，
云。慧云。叫你怎么不答应啊？我刚回来呀。你刚回来？不对呀，我在楼上听见楼底下有动静。那会不会是小偷啊？小偷？找找看丢没丢东西。枪不见了。热的水，伤。